级汽车。风沙中的对决。飞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哦，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！有个机器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，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总之你们快点来吧。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那要赶紧阻止机器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。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，走开走开。嘿，快出手。雷克警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麦特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。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。站住，别跑。战斗警报声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，大坏蛋你别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。嘿嘿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啦。想要吗？来追我吧。跟着我的节奏，隆隆隆隆加速，左左左右右右。过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最强磁铁车。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
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烤红灯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。一起来跳舞吧。惊险飞行，哟吼！黑心虎、贝勒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
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
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，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。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大力神吊车，阿力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轮胎，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飘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穿新衣，好有趣的娃娃机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方向盘转呀转，加点创意和想象。方向盘变呀变，变成世界的大地。汽油桶滚呀滚，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
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嗯，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嗯，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堡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嗯，这样做才对嘛。拯救恐龙。全都检查好了。嗯，雷克警长，现场情况如何？一切正常，卫星随时可以发射。好，开始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正式开通，现在全宇宙的朋友都能联络到我们，那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啦。没错。这么快就有新任务了？等等，这难道是恐龙？我们遇到了火山爆发！不好，恐龙们遇到了危险！紧急召唤超级汽车！警车雷克，消防车高迪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
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防护铠甲。时空跑道开启，它能让超级汽车直接抵达目的地。哦，这太酷了！超级汽车出动。这里的火势好大呀！幸好我们有防护铠甲。天哪，快看，火山正在喷发！大家快跑呀！火山爆发啦！射大水泡，火苗熄灭了。一龙见龙，三蛟龙，蛟龙万龙，霸王龙。一个都别少！不好，前面有岩浆，怎么办？我们往高处跑。开雷大寻找，恐龙跟我跑。发射大水泡，火苗熄灭了。岩浆在燃烧，温度高高高，恐龙快点跑，加速跑跑跑，到达山顶了，我们终于安全了。恐龙朋友们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们都没事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可真棒。不客气，当你们需要帮助时，请随时召唤超级汽车。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！八爪冲冲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是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他
回吐司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长一长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！转转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。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冲冲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呵呵，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居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。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，哈哈哈。白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车你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找到了，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
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钢铁，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，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想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想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是巴士、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，出租车，所有道路的记得。我是小美，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，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激怒围城，糟了，要迟到了！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斑斑，小心前面！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喽！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转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
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不小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捣蛋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砰砰爆米花。农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哦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嘿嘿，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伯伯小心，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哈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吃了
别想跑！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